那可不是广告啊！拿张纸去。虎啊林，虎啊龙。全军出击！我这怎么卡住了呢？这为我残忍吧！来吧，鳄鱼，居然是个征服者大虫，不假两红，这是要干什么？征服者要跟我对 A。对 A 是吧？死，不行，容易死不了。这一级的点燃伤害不一定够。来 ，A 他接 W 运柱平 A， 接个 Q。算了，这波不杀了，我们溜了。红怒 Q， 莉莉亚马上到啊！我先晕住他，然后他把他打死，我们回血。大虫子居然不交闪现，哇，我这补刀全部补到回家。先来和血战斧的小件，出一瓶药。有什么好玩的棋牌类手游推荐吗？没有。推广费50000一天。打个眼儿啊！嗯，蛤蟆，红怒晕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A 接 Q， 神志不清了呀，大虫子。我们可以塔后断兵线了。A W A A 红路口 A E 一回来。A 接口，散架了。我们已经无敌了。
在这卡着他啊，别让他上线。鳄鱼刚才说什么东西啊？鳄鱼，阿卡丽，让他来，你看他打不打得过我？我往这一站，我看他敢不敢来。你个小阿卡丽还跑上来了，还敢？你问问他，他敢来吗？嗯？嗯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扣他一下，让莉莉亚过来把他杀了。这波塔下不能让他待啊！当然，我们也可以回家，也是可以的，2200，刚好可血战斧。W 度一 ，Q 闪，这一波妈的正好，哎呀，给我扣起来了。你意思？哎，好的。你别着急呀，我都没跟上呢，你着啥急呀？你很急吗？他们家红马上刷了。把红打了呀，你不要发问号，发问号，我开大打红。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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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可以双 buff 给我拿来，有大鸡呀。算了，回去杀大虫子吧。大虫子五级，我们吃口屎攒攒怒。A W 度 ，A 接 Q，A 接 E， 接平 A， 接平 A， 接平 A 接 E， 接平 A， 100块钱。不太赚呢，有点便宜。回家，我们出可血战斧。有点无敌了，这波把大虫子杀完以后，我们把塔推了。他应该吃兵了吧？他吃兵了。呀、yeah?。现在我们的韧性拥有51啊，这韧性是非常高的，这韧性
无论是减速还是控制，在我们身上几乎算是没有。A Q。一上来 A 接 W 柱一走，开大招 A 隔铁战斧接 Q。假装上，其实不上。哎，技能全交，100块钱。嗯，这眼儿怎么插不上呢？来呀、啊，大虫子，晕座 A Q， 再 A 再 A， 咳血战斧，咋没咳着呢？我们来一波虾仁诛心啊！第二件装备出的啥呢？来个黑切吧。黑切出完，我们出血手。血手出完，我们出振奋。振奋出完，我们出反甲。我们无敌了。每回玩鳄鱼的时候补刀都非常的好，因为鳄鱼不用回家了，它可以回血，并且它不费蓝。26:5，27:6。这边红 buff 刷了，哎呀，先杀蛤子，和血战斧借 Q 一也走，人有点多。给我把蛤子给我杀了！可恶，这波居然没1v2，1v3居然没1v6，为什么没1v3？区区有点高啊，有点扛不住。这就是没出肉，你知道吗？这要是出个小反甲的话，我先打不住点燃 EQAE， 应该就能打了。还是绝非是有点脆。果然，先出黑切的鳄鱼就是这么的脆。你就非得让我打你一套，你说你
搁这儿回家吧。算了，不行，把他杀了得了。你不杀他，他就不让你回家，你这没办法，还是杀了吧。现在我们已经压了这大虫的那100个兵，把这出完，我看出个啥啊？确实我们需要点魔抗。这样啊，我们物抗魔抗双抗呀，差50块钱，那看来是不行啊。那还是卸手吧。装杯了吧 ADC， 装杯了吧。我觉得可血战斧这个基础生命回复没什么用哎，我要的基础生命回复有啥用啊？有个兄弟说，你一个王者水平炸鱼别太过分。终于有人承认我是王者了。你想往回走，你想往哪走？ W 小兵没用，这回头成见没用，一上来晕住接个扣。再不给个黄管，黄管满了，这要没满的话我真的就给你。加油吧，先办卡办卡，然后升到18级我再给你上一个，要不然吧这没法给，这没有办法让别人信服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说了呢，你他都给了你不给我，你到时候咋办啊？你是真敢上来，我发现阿卡丽啊，阿卡丽，小黄毛别太过分，小黄毛，小黄毛别太过分了，小黄毛，我靠，这也能把我换了，早知道我走一下位了。我就知道宗师400点的得后，不知道有个王者。其实宗师400点跟王者差不了多少。这就相当于王者0点跟王者200点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这个分吧，只是一个这个运气好不好的一个衡量，你知道吗？你能打到王者，那你肯定也能打到王者200点，没啥区别，只是运气不好可能会掉点分。这把碰的人没有上把碰的厉害，那你就输呗。越往高了打呀，越不是一个人的游戏了。
你先把这眼儿给他排了。下路要活了，把下路拆了。我帮着 ADC 扛一扛。小黄毛别太过分，小黄毛一上来 W 住接 Q， 小黄毛太过分了，小黄毛这炮车怎么回事？我马上把你救出来啊，兄弟！我马上把高地拆了，救你出来，救你从水深火焰之中出来，火了吧？哎，这些人也干了，一上来打不了住，一过来可血弹不见可红呗。我打不着住阿卡丽，接个 Q 一雨下一回来，可血战斧阿卡丽没血了 ，Q 雨下，哎，差一丢丢。狂妄。鳄鱼后背你看还拔火罐呢，瞅着没有，最近有点风湿啊，我一看呢湿气太重了。